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瞬间料理秀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晨曦初露，草莓香蕉燕麦杯的清新甜蜜；二、午间小憩，香煎迷迭香羊排的诱人香气；三、夜色阑珊，奶油蘑菇意面的浓郁享受。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晨曦初露、草莓香蕉燕麦杯的清新甜蜜。各位同学，早安。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主题——晨曦初露，草莓香蕉燕麦杯的清新甜蜜。这个主题听起来像是一首诗，但其实它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科学和文化背景。首先，让我们从燕麦说起。燕麦这种谷物，早在古代就已经是人类的重要食物来源。考古学家在古埃及的遗址中发现了燕麦的痕迹，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享用这种营养丰富的食物。燕麦富含纤维和蛋白质，能够提供持久的能量，这对于早晨需要充满活力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个绝佳的选择。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草莓和香蕉。草莓这种水果，据说在古罗马时期就被视为珍贵的美食和药材。罗马人相信草莓具有治疗多种疾病的功效，甚至用它来治疗忧郁症。至于香蕉，这可是个有趣的故事。香蕉原产于东南亚，后来经由阿拉伯商人传入非洲，再由葡萄牙人带到美洲。这种水果不仅美味，还富含钾元素，对心脏健康有益。现在，让我们把这些食材放在一起，制作一杯草莓香蕉燕麦杯。想象一下，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你手中捧着一杯新鲜的草莓香蕉燕麦杯，每一口都充满了草莓的酸甜、香蕉的香气和燕麦的浓郁。这不仅仅是一顿早餐，更是一种生活的仪式，一种对美好一天的期待。有趣的是，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早餐的健康益处。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能够降低胆固醇，草莓富含抗氧化剂，香蕉则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样的组合不仅美味，还能让你一整天都充满活力。所以，当你在享用这杯草莓香蕉燕麦杯时，不妨想象一下自己是古罗马的贵族，或者是探险家哥伦布，品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食材。这样一来，你的早餐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段穿越时空的美妙旅程。希望大家今天都能享受一顿美味又健康的早餐，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午间小憩，香煎迷迭香羊排的诱人香气。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能满足味蕾，又能让人精神焕发的话题，午间小憩与香煎迷迭香羊排的诱人香气。首先，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午间小憩这个习惯可不是现代人才有的。早在古罗马时期，人们就已经懂得在中午时分稍作休息，这被称为 meridio。这个词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午休？古罗马人相信适当的午间休息能够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这一点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盘香煎迷迭香羊排。迷迭香这种香草，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被广泛使用。它不仅是厨房里的常客，还被认为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够增强记忆和集中注意力。据说，学生们在考试前会戴上迷迭香花环，以期能够考出好成绩。这么看来，迷迭香羊排不仅仅是美味，还有可能让你在午休后精神百倍，工作效率倍增。说到香煎羊排，这可是个技术活。首先，你需要选择上好的羊排，然后用迷迭香、蒜末、橄榄油和一点点盐进行腌制。这个过程中，迷迭香的香气会慢慢渗透进羊肉的纤维，让每一口都充满了香草的清新和羊肉的浓郁。接下来就是煎的技术了。煎羊排的时候，火候要掌握的恰到好处，外皮要煎得金黄酥脆，而内里则要保持多汁嫩滑。当你把这盘香煎迷迭香羊排端上桌，那股诱人的香气会瞬间充满整个房间，让人垂涎欲滴。有趣的是，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迷迭香中的某些成分确实能够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享用一顿美味的迷迭香羊排后，你会感觉精神焕发，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所以，午间小憩与香煎迷迭香羊排的结合，真可谓是天作之合。它不仅能让你在繁忙的工作中得到片刻的放松，还能通过美食的力量，让你重新充满能量，迎接下午的挑战。总结来说，午间小憩和香煎迷迭香羊排，这两者的结合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历史与现代科学的完美融合。希望大家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中也能抽出时间来享受这样一份美味，让自己在短暂的休息后重新充满活力，迎接新的挑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夜色阑珊奶油蘑菇意面的浓郁享受。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美味又充满诗意的主题，夜色阑珊奶油蘑菇意面的浓郁享受。这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在繁忙生活中寻找片刻宁静的艺术。首先，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意大利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古罗马时期，而奶油蘑菇意面则是现代意大利料理中的经典之一。这道菜的灵魂在于其浓郁的奶油酱和香气四溢的蘑菇。据说，奶油蘑菇意面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北部的某个小镇，那里的居民喜欢在寒冷的夜晚享用这道温暖人心的美食。夜色阑珊这个词汇本身就充满了诗意。想象一下，在一个微风轻拂的夜晚，星光点点，你坐在露天餐厅的桌边，面前是一盘热气腾腾的奶油蘑菇意面。这种场景不仅仅是视觉和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奶油蘑菇意面的制作过程也充满了艺术感。首先，你需要选择新鲜的蘑菇，最好是香气浓郁的白蘑菇或褐蘑菇。接着，将蘑菇切片，用橄榄油和大蒜煸炒，直到蘑菇变得金黄。然后，加入浓郁的奶油，慢慢煮至浓稠，最后撒上一些帕马森芝士和新鲜的香草。这样，一道浓郁的奶油蘑菇酱就完成了。当然，意面的选择也很重要。传统的意大利面如费托奇尼 Fettuccine 或塔利亚特 Tagliatelle 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宽面条能够更好地吸附浓郁的奶油酱，让每一口都充满了丰富的味道。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有一位意大利厨师在一次烹饪比赛中，因为忘记带盐而感到非常紧张。于是，他灵机一动，加入了更多的奶油和蘑菇，结果意外地创造出了这道浓郁的奶油蘑菇意面，并且赢得了比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意外和创新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总结来说，奶油蘑菇意面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生活的享受。在夜色阑珊的时刻，品味这道浓郁的意面，让我们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享受片刻的宁静和美好。希望大家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之余，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奶油蘑菇意面时刻。谢谢大家。各位同学，这就是今天的分享。从清晨的草莓香蕉燕麦杯，到午间的小气香煎迷迭香羊排，再到夜色阑珊时的奶油蘑菇意面，每一餐都能成为你一天中的高光时刻。这些美食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历史、科学和文化的结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温暖和愉悦。在草莓香蕉燕麦杯中，我们看到了古老而现代的结合，它不仅有历史的深厚背景，还充满了科学的健康益处。午间的小憩和香煎迷迭香羊排，则让我们明白了适当休息和美食的力量，这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效率的提升。而夜晚的奶油蘑菇意面，则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满足，这不仅是胃的飨宴，更是心灵的慰藉。所以，不妨让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探索美食，去体验每一餐背后的故事和文化。这些美食不仅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更能在一天的每个时刻为我们带来不同的惊喜和感动。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想法和心得，或者提出你们的问题和建议。你们对这些美食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或故事吗？又或者你有什么新奇的烹饪创意想要分享？让我们一起讨论，共同探索这个充满美味的世界。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感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下次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 Turn on the TV screen, see the world unseen. China's on the news tonight. History in the spotlight. Scroll through my phone againFind out where to begin. Stories from the east to west, learning from the very best. News in China every day, learning in a fun new way.
beating heart through every word. China's story always hurts. Losing China every day. Burning up for new ways. From the cities to the farms. Feel the heartbeat, feel the charm.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connecting hearts through every word, China's story.